山中路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那么今天的恭敬呢，进入了第26天。那么咱讲的这个圆觉经啊，念一遍，和大家有一个概念，有了心中起见呢，惊大家佫无印象。那么咱也袂解说啊，时间已经到呢。那么现在咱继续了这段呢经文念一遍，佮解说一下，来个接续嘞吼，请大家拍开《圆觉经》，伊安尼讲咯：善男子，有作事宜，将忧心起，皆是欲尘妄想缘起，非实心体，依如空华，因此事宜。便以佛境，犹如空华，佛界空故，辗转妄想，无有是处。善男子，希望菩心，多助巧见，不能成就圆觉方便，如是分别，非为正门。那么这段简单讲，就是讲，凡有众生要用妄想心。用这心高意慢的分别心呢，因此啊，想要了解佛陀伊的心地、圆觉的境界，这是无可能的。如果这款的太多来问佛呢，问了也是无正确。伊意思在这所在，因为呢，凡夫众生的心，拢总是希望不信嘛，拢总是有分别染有的心呢，来去。为人处事，去修道，甚至呢，用这个有染分别的心呢，来去问佛祖，嘛是唔对啊！我来念做白话文，大家注意听下。伊安尼讲咯，善男子啊，有自作的思维，是将有分别的妄心呢所生起，都是这个攀缘欲尘所留下来的幻影。是希望心以攀缘的习气，不是实在真心的本体，如同虚空中的飞影，用这款思维的妄心呢，辨别了诸佛圆满觉性的境界，就那参像希望内底呢，虚空内底飞影，想要结成虚空中的果实啊，如此辗转联想呢，都是希望的思想。用这个希望心来想讲要证成圆明觉性是无可能的啊！善男子啊，希望呢普通的妄心呢，是属于巧思的执见，不能进入圆明觉性的方便途径。就那亲像这样呢，由这分别的执着所产生的疑惑，不是啊，合于正理。的问题，哎，注意明白啊！吼，因这讲较白话嘛，讲较白话，这句话就是讲，咱的心啊，其实就是由这六根、触六尘产生六色的分别啊。咱所看到的心，也只不过在阴影的心理，并无看完这个实相无相的本心，拢看无到。何况呢？你用这个妄想心，想要看佛圆满的觉性，哪里有法度啊？绝对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因此，佛祖才讲，你用这个分别思维严重者，
用这个生死轮回心要看佛祖圆满的境界呢，经过百千万亿劫呢，永远都见未着。伊就批论一个足水，像讲虚空内吼、有这个幻影，就咱一般所讲讲目睭去睁了啦、目了啦，吼、这一眼目睭有这异啊异眼，目睭有病，你扒着目睭吼，哦，出火金星呢，满天钻金条，要杀全无半条啊！要杀无半条，就表示讲呐，虚空内底火金星啊，金条拢是假。是因为伊目睭有病，才有火金星，才有金条啊！啊，若目睭好起了呢，所有虚空内底火金星还是金条呢，拢总无伊啊！所以伊的有甲无，是因为这个目睭问题。目睭有病，就金条有火金星；目睭若无病，火金星甲金条就同时间消失去啊！同款的理由，佛祖讲这批人上水。伊讲虚空内底有影，事实上就清清净净、明明白白。虚空就是虚空，拢总无尘埃就对啦。啊，既然有尘埃，就有问题啊！你寄望虚空内底花，花那啥希望伊结籽来开花结果呢？伊甲你讲，无有是处啊！想要看这花金星开花结果？看这虚空内底回影的结果啊，是安怎？痴人讲梦话啦，这永远都无得成真呐。因此呢，这段佛祖伊批论实在文章太水诶，所以咱前两讲有讲一句话啊，《圆觉经》伊这经文做这文学的基础，做文学的价值，那即卖人讲叫做真水真水的文章啦。伊毋知讲讲。犹如空华呢，佛结空果啊，颠转梦想没有实处啊！吼、好厉害佛陀啊，不愧是佛陀啊，所以叫做佛祖啊，叫做没有实处啊，永远都无可能，绝对办未到的啦。火金星，那是无中生有，是目睭有病才有这火金星啊，才有看这幻影啊。啊！这幻影的花呢？你想要叫伊开花结果，才有可能。就那亲像讲，你用梦想的心来修行，梦想的心才会成佛呢。你唔着如何把你梦想的心给净化掉，当下唔再有到菩提自性显现出来，所以梦想心修未成佛呢。哦，同款的理由，你看了火金星还是空中的花蕊啊？希望伊会当开花结果呢？这嘛。无有是处啦，还佫讲一个问题，足要紧的。哦，伊安怎讲呢？讲希望的菩心呢，多自巧见呐，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呐。当中中哦，你用这希望梦想心、佮普通的心、善乱的心，以及嘛、用这自作聪明的心，想要了解到佛祖圆满觉性呢？这永远都无机会啊！经文讲多自巧见，多自巧见，哦，你作用计策，用小聪明，用世间的才智呢，想要斗量佛祖，了解佛祖深深的意境呢，永远都无法度。多自巧见，那化作现在话讲叫啥？叫做自作聪明，多作聪明。即卖讲讲聪明有聪明过伊啦，所以也称呼不然内底叫做啥？世智辩聪。你世间的智慧，世间的书读真济，可是世间毕竟是世间，无教你呢出世解脱正成佛果啊，伊无教你这道理啊。啊，你既然无教你这道理，用世间的聪明智慧，靠讲你的口舌较伶俐，都硬专硬要讲硬，强词夺理呢？虽然在表面上你那亲像胜利，可是你呢聪明和聪明过伊啊！诸佛菩萨救恩哦，因为你聪明过了你，因为你聪明过了你，障碍你神经的流露。你以为你讲你较敖较强，比有做较敖啊？世间就是这个人呢，好这个人，这聪明都敌人害世间，做凄惨的，哦，这尸体遍野都丢了，哦，严重哦。
尸体骗你讲哦，你让你小聪明，世间的聪明害死你，世间人足歹看的，莫怪你生死六道轮回啊！咱讲咧，咱纯歹听，但是有道理啊！你尸体坏死呢，骗完就哇，这红山压我呢，何止是红山压我呢？你累生累劫都无量世啊，无量世都无量的辛苦生命。既然有生命，有生就有死啊！既然有死呢，你的尸体是无量无边啊！所以怀尸骗你呢，并无介离谱，也袂歹听啦。所以道理讲开，感觉足亲切的，足贴身的就对啦。注意去听好，伊讲希望普心多助巧见呐，不能成就冤家的方便，就是这道理。那问什么理由？世间人太聪明，太聪明了，无空找到有空，无空找到有空，现在无法度找到有法度。世间人足聪明的，可是佛祖甲你讲啊，世智辩聪，世间的智慧，迄款辩才呢，的聪明呢，这无法度了生脱俗。反倒等啊，有一个危机，你有这聪明，害死你家己。莫怪你累生累劫，含这菩提未相应，含这开悟证果、明心见性，永远都无缘。莫怪你定讲哦，啊，真缘未了啦，真缘未了。我请这门人注意1520几人啦，你当时真缘在了啦。哦，我阿本来甲你问一下，你当时真缘在了啦？啊，哦，请这门人注意在做啦。哦，信行师傅啊，你天天当时材料啦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是就靠听有，永远都无了时。你无听世间人讲一句话，风尘滚滚无了时啊。哦，莫怪江湖人讲一句话啊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。哈哈，什么脱身都欲罢不能啊。伊讲这在乍听之下实在有道理，可是佛祖甲你讲一句话，拢这个美讲尔啦，人世间人嘛流传去讲出来呢，放下多多立地成佛，他了无法度做未到呀，无就比生命搁较珍贵啦。既然你生命都下当唔卖啊，有啥物代志做未到？我问你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定讲一句话啊，好人惊歹人，啊歹人呢？歹人惊无爱命，你听无？啊，若搁一个病病无爱命，病无爱命呢？这个无爱命，哎呦，我惊死哟！伊无爱命了，无爱命，你听无？有道理啊！伊毒攻毒啊，伊搏毒搏啊。好人惊歹人，啊，歹人讲，哎，好人惊歹人，啊，歹人惊啥？惊的无爱命，你听无？啊，搁无爱命，搁惊啥物人？病病惊无爱命，哎，达伊就哎达你考虑哦。哎呦，我无爱命，伊也无爱命，啊，无咧家己啊，卡叔讲，我输气咧，我爱死咧，哎，考虑回头，向我转，一二三，啪啪啪呢，安尼个挽回性命异地呢，你阿咩要融落，要冲落，要拼赌吼，真正就爱无命了。可是人人个心里拢个呢，真正我阿人无爱命，一条命要甲你走啊呢。你要考虑，你要反省啊！因为不是你死，就我死，咱人的心就是拢安尼啦。我讲一句话啊，以这款可爱的心态、了不起的心态、拼图的心态、要融入的心态，转过来念嘛，来修行嘛，对不对？你来生就免阁生死轮回啊，这何乐而不为啊？是不是啊？咱修都拢在面讲尔。所以这面甲闪会过啊，脱会过啊，入会过吼，你成功啊！修道都无你魄力勇气呢，了解这个观念，啊观念拢超越呢，自业去啊！所以我拄啊唔知讲一句话，真凶啊有道理啊！世间人伊无合乎人呢，无空能够有空，无路找到有路，这是凡夫众生，你看业力偌厉害多，迄业力真恐怖啊！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啊，业力若无净化，你业无净化哦，众人走到天顶呢，你业力对你干呢，
焚烧宝殿。你的业力若无净化呢，纵然走入个海底呢，你的业力对你来个海灵宫，听无？所以你业力若无净化掉，走个天边海角呢，业力悠远对你个天边海角，亲像呢如影呢随行迄一般啊。业力就是随时随地，你的心就是业，业就是你。所以走到天边海角，东西南北，何尝你的业力离开掉你呢？要如何来净化你的业力，来顿顿你的业力呢？回光返照，将你这个希望的心、下低下贱的心、你的不清净的心，该同时间净化，净化呢，当下你就解脱。你面前所展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！所以诸位菩萨，一句话，咱世间人的聪明，这个美觉啊、想美觉、脱爱觉呢，立地成佛。你为何？你有勇气摕这个武士刀，用这个劈啊，用这个枪，共打死、共劈死去啊？你这条什么勇猛的心，甲转过念阿弥陀佛，早就往生西方净土啊啦！你讲干是呢？问题，你离这呢还过一段距离的，所以佛门中真济江湖的武术啊，江湖术人啊，社会上相当呢，拢是大哥大呀，乌社会头啊，但是伊龙珠回头，一点心摇身一变，啪啪呀，180度转变，吼，变成了不起大智慧的大法师，了不起啊！一念心的改变尔，我只讲一句话尔，万法为心做啊，万法由心做，做善做恶在你心，要上升要对落在你，要成佛做魔呢，自由权在你啊，要做凡夫众生呢，在你心目中，你要成圣人开悟呢，别人无你的奈何。所以讲注意，咱佛法中万法为心做，可贵在这所在。所以孝兄弟，哦，祸福吉凶啊，你富贵贫贱呢，一切自由权也是你自己心内，家己操纵，唔是一个哥哥上，一个上帝 God， 迄神去给操纵，这外道，这跟佛教无关系，真道歉，你莫把佛教当作神。佛法的物件就是讲自作自受，众生自性自度，伊了不起在这所在。这个观念你若脱未过、闪未过，无法度正觉人生呢。我讲你看佛无缘，还佫徘徊伫三宝门外、伫真理外口呢，伫纳凉食其他冰呢。所以修道当中，爱将这思想观念净化。所以我常讲啊。你要到放下多多立地成佛，回头当下就是欢，不是讲离咱呢，我过84000里耶，哪里讲到误会？你呐向后转，哎呦，你本来是勇气哦，杀刀银猛，作奸犯科，滔天大罪的主流，你一点心劈个换过年，劈一个换过年，当下得救，你听无？不简单啊，虽然诸位在座啊，生死轮回，或者是念涅槃开悟呢，是一念间尔。你莫个想个84000里，遐人那遥远哦，遐人遥远，我无希望啊。梦尘哦，目击啊，一条目顶啊，你就莫咧想。咱去修道呢，世间人拢甲你讲了啊，是咱感觉无去认真，无去探讨尔。放下多多立地成佛，你这粒心上可贵的，这粒心呢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这粒心呐，回头都等下呢，比8000两更加尊真珍贵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呢，做老爸老母，知伊浪子回头呢，知因囝浪子回头，哎呦欢喜个，说目屎沉沉流啦，这个目屎不是伤心的目屎，是欢喜的目屎。你来看，所以我有当去感觉去讲经说法哦，咱道理去讲去讲哦，有当听你个地吼，哎，遐受刑犯因唔是要安尼做，是当初呢，
误入歧途，一时想未到遐，因此走入这路线里了。人伊渐渐听胡乱，一醒起来，所以真正合乎啦。所以这胡乱物件是上惊你唔听，吼、哦，干食饱无代志，无爱去了解，就要批评诽谤，这个永远做口业，佮衣食无保啊。所以咱注意也听胡乱了，胡乱就是要你讲哦。所以咱讲胡乱胡乱啦，都阿免讲解说啥，胡是啥物意思？胡就是讲。法呢，叫觉法。这个佛法会当让你觉悟啊。所以你甲看我昨有讲一句啊，台湾有2100几万的人口，咱全台湾省呢有200几间有线电视台，加点这华视呢，咱有个公经税法，因此呢，咱统计起来有1650几万，所有的这条约上下呢，有足济人足济人去听经闻法。所以讲，这是咱的福报啊！虽然咱三不五时哦，心情恶杂的时候，哎呀，电视拍开，啪一个花絮，哎，有则是呢，伫对啊，有线电视台、宗教频道，哦，咦，就看得到啊！啊，你来讲，哎，我就要看日本法师的呢，你就甲你迄个有线电视台甲讲一下，人阮就是看日本法师的人呢。听你讲电哦，有香土味的时候，麻烦你甲阮放一下呢。只要你诚恳，伊会感动；卡一人甲讲的，伊就甲放咱的大呢。因为咱实际上听个是专线哦，200几台啊，来自专线的配甲电话呢，几乎呢，咱的频道啊上济。啊，因上爱听，因为我有一个原则，吼、哦，既然要用台语讲啊呢，就莫阁插一寡国语。迄个今年翻袂过啊吼，咱再用国语谈两句啊。唔呢，咱台湾人啊，台湾有2100几万，台湾人有1650几万，要1700几万呐、啊。好、哦，伊外省的同胞唔知才350几万呢。所以台湾人占多数再多数再多数啊。那用台语讲你家地呢，大家听你家地较贴身呐、啊，较挖近较亲切。佮有乡土味，咦，听你家地呢，靠亲切感吗？所以为安怎，我要用台语讲，原因在这所在。因为台语讲你家地呢，哦，你看，偌尼亲切，唔免佮一个佮翻译，哦，讲北京语佮用台语翻译，哎呀，浪费时间，我要忝死，袂煞怕。原因在这所在。啊，佮有就是讲过去啊，我曾经拢用国语讲经啊，啊，有真侪信徒讲欢迎。叫咱讲吼，啊，都受日本教育的啦，吼、哦，台语听无，哎，国语听无啊，因此呢，麻烦我讲台语。可是我当初讲台语也真忝，啊，因为咱受现代国语啊，用出北京语讲的啊，啊，你向讲台语，真正真惭愧，咱讲袂好。可是呢，我用请教汉文帝的老师汉儿啊呢，的老师一支请伊教我教呢，一支念我听，我对伊念的呢。啊，哥呢，有一挂录音播感啦，台湾话大书店啦，啊，哥请一个啊徐亚堂的徐老师呢，哦，伊汉文帝真棒，哦，伊能管教，管教教呢，哇，真感恩，真感谢呢，感谢这徐亚堂老师慈悲管教，所以呢，咱慢慢啊呢，咱台语的伊这素养的文学呢，渐渐提高起来，即摆讲到这来呢，讲台语也未感觉有啥物障碍。原因就是讲，无食过一挂苦醋类呢，肯定呢钓一挂好的果脯啊。所以伫台语，咱即个目前伫报道去讲呢，不管呢伫200几台电视台呢，目前来讲啊，一般民间反应对咱排上悬的频道上济。原因就是呢，台语讲经较亲切，台语讲经听你家己较爽拍，听你家己较入心啊，听你家己呢较记条条的，啊够。我较近年袂讲蒙上一面的面纱呢呐，袂迄个感受，所以台湾话听个是足好听的，何况这是台湾的母语啊！啊，佮家庭即摆你个看哦，咱咧讲经说用下即时运呐，即摆咱咧台湾渐渐去复兴呢，台湾本土化，台湾呢啊渐渐讲台语啊，你看全省所有候选人呢，那所有落啊。
下乡呢，去选举呢，每一个乡镇、每一个大都会呢，大家拢讲台语，台湾人讲台语啊，你讲国语是几人要你听呢？未亲切啊，未瓦近啊，哦，思想观念又未瓦来啊，因此呢，看遐外省的同胞也知讲啊，局势唔对啊，伊开始学台语，哦，这拢是好的啦。因安怎呢？因来台湾哦，五十几年阁免讲台语哦，真正人一句话讲，笑破人尻川包番薯片就对啦。人讲包铁片，人讲包番薯咧。所以讲注意，咱来当讲哦，台语个听歌无歹哦。我意思讲，咱卖讲台湾讲北京语啦，你客话也安讲嘛足好，哦，山地东北话也安讲嘛好。何况呢，台湾的话啊，台语呢，闽南语在给学过。那问什么理由？因2100几万台湾人人口有1700几万，你听有？占了哦，1/4，这不得了啊！所以在这款状况之下呢，咱无理由不有台语，因为要生活在台湾，两款语言爱一样，台语甲国语爱会记的呢。好，注意菩萨搁听好。以上所讲就是讲。咱凡夫众生啊，你生死轮回以来呢，拢总用这妄想心在漂流生死啊，哦，用这心搞意慢的心，用这幽怨的心、杂乱的心呢，在为人处事啊，甚至严重者呢，像咱刚才讲的，色地贫穷呢，用这个心呢来去修行，哪里会当幸福啊？所以真的一一啊，拢总是自作聪明，瞎知瞎见，五行五数啦。因此呢，公行自业啊，在这情形之下呢，对落会较济，上升的就较少啊。因此呢，再无多出离生死轮回啊。咱今日来当以这圆觉经的道理，好啊，用功修道呢。咱早就伫遐凉啊啦，就坐伫遐去用拜啊啦。好，咱若成佛了，坐当用拜吼。好，咱若讲，哎，人啊拜水果捧过来，哎呀，捧过人说好，咱福正呢摕来食就好。人啊拜金蕉，金蕉未歹食，福正摕手手个春意就好。如本法师啊，上爱食啥呢？上爱食即个啊，一人水果。哦，啊，这个水果啊，就是啥？以前捌讲过啊。啊，我搁创啊一个啥？是日本啊、韩国的回锅啦。迄锅无，迄锅卡只片拢逼的回锅，我迄条袂歹食。迄狗狗啊，食去切切呢，伊更真香。哦，那么咱来成佛了啊，注意啊，三明六通，神通自在，发生对当生，发要死对当死。因为生佛开悟呢，伊生死一定自在啊。凡夫众生无共款啊，发生伊无来生，不来生伊偏偏生来人间。发要死死未去，不该死偏偏死啊。这叫做凡夫众生啊！你看你差遐人济啊，所以想你家己真惭愧。有哪看佛祖吼，咱看到歹势个看。人佛祖是呢，上好光明啊。哦，32上80岁，身口以庄严无比啊！咱看到反观自己的面貌啦，看到家己生正啦，哦，看到家己的贪嗔痴啦，啊，又想你家己吼，无眼见江山父老啊！啊，那是无眼见释迦牟尼佛，见十方诸佛啊！所以，就像咱啊，常常看佛祖吼，咱会在相对比之下呢，咱的神经会流落。人坐当的是福定的自在解脱清凉，啊，咱就咧，哇，心内咧高心斗角挑拨离间波浪是非贪嗔痴为名为利，哦，五欲六尘咧，一日两，到咧头壳尖起啊，伊还佫伫遐两加两，这个是凡夫的角色。所以食饱无代志，咱看着佛祖上好光明的，咱会生大惭愧心。迄个时阵，有当时咱神经会流露出来，所以我听真济在家菩萨，即我着两个，弘法大学个，啊一个政治大学个，啊个一个中原大学啊，
规下一定爱问这個问题啦。我师父啊，啊，我在看到佛祖上好光明吼，有当情不自禁，目屎会流落来呢。啊，甚至佫会哭出来，这唔知啥物原因吼。讲这叫做善根大电流咯。依佛门来看，就是讲过去生中有可能你也修道，是了无开悟正果，因此投胎转世，未记顶世人去修行啊。但是呢，过去生中所修行者因缘种子，搁伫你心内，所以你出这境界，看到佛菩萨呢，你马上去善根，过去生中的善根呢，搁流露出来，叫做善根大电流咯。所以这个善根唔是即世的人才有，也过去生中都已经有这个善根啊。伊讲哦，是安尼哦，本来就是如此啊。所以佛讲八识殿中，就第八阿赖一生呢，伊心内存着一仓库，拄着真济善甲恶，有修行无修行，杀盗淫妄，拢伫你心内有咧种子。啊，要铺对一个业种出来，铺一个善法出来，都爱看你这个心的变化如何来决定。出个什么因缘，拄着什么境界，伊就爆发出来。所以有咧因，爱有咧缘，所以无咧缘，干哪有咧因呢？这果报未产生。那世间人叫做因缘智慧啦，是在来自于佛门的道理啊，因果道理。所以诸位菩萨，看到佛菩萨，你会起欢喜心，甚至会流出欢喜的目屎，这是善根的目屎。这靠久会开悟真久了，这堪靠了。啊，但是呢，你讲互某欺负啦，互翁欺负，互囡仔糟蹋一下吼，随个个母未好，互倒吼，迄个目屎是无了事啦，靠未毕业啦。即摆靠，明仔载过红灯；即摆靠，过无三个过红木啊！吼，说一对夫妻一边安怎嘞？迄是因翁婿讲我听，啊讲因即摆内心也真遗憾啦。讲是啥物遗憾？讲哎呀，阮太太吼，伊人都好，吼足体贴的，但是着迈一步吼，伊就我感觉假啦。讲是安怎个假？我啊讲一句应十外句啊，我叫伊动起来，伊都听袂起来。迄人气了吼，都甲扒一个，啊扒一个，伊准吼用个枕头甲我啃呐，啃一下无够，两粒当啃，个枕头摕起来甲我梳头壳，吼、哦、我袂堪伊气呢。我准好啊，你用枕头甲我啃，我准摕面纸杯甲你翕面呢，啊翕一阵昏去啊，我腰受骨啊，翕一阵昏去啊，刚才无死气呢，伊惊一条，哎呦，翕一阵无气啊，无氧气啊。伊人工呼吸呢，胸口呢，气气气，吼、哦，人骨足粗大呢，迄个在气了有站直，若无站直，摆个长骨来举啊。所以个气人工呼吸呢，到尾阵醒起来，伊惊一跳，阿妹就唔敢拍某啊。伊讲，我若讲要遗憾呢，人生遗憾就只惊上遗憾尔。无我伫阮兜都唔爱去求某哩，啊，都伊摆一步安怎呢？伊爱应出应字尔啦。无阮某是，我无啥嫌。哦，啊，做迄处理后，伊就未拍某，同一时间真可贵诶，因某也未甲因出因子啊，因惊一个啊，翕一点死啊，吼，切起了后咧，我叫唔敢咧。来讲哦，一处啊，好蛇加了呢，十外年拢惊草蛇啊，如惊弓之鸟，伊来看面照片，掀起来哦，都翕边都唔是要甲翕到死诶，伊看面照片，切起来要干要关天时要砍起来呢。看面前不念，伫面前练，搁练你脑壳，练你做面前卡嘞，这就安那，一边惊了啊！伊呢哦，翕个个是无开啊，刚硬脱啊，伊查甫人有力啊！伊面前袂翕个头壳也翕嘞，唔是安尼呢，搁规身骨憋起坐呢，哎呦，真正不是蛮有事嘅，伊就逆一个准失去理性嘛。讲伊变做安尼后，伊也家己惊了啊！讲哎呦，某也无摆个什么程度啊，翕个安尼。伊惊一个人哦，那该忏悔啦。搞不人阿婆啊，伊惊了，伊也惊了，伊惊了，讲哦，翕者无死，吼、哦，无开痛苦呢。啊，伊惊了，讲，哎呦，我翕者险死去啊，死去就无无，佫犯了刑法啊。啊，两个搞不人足好好就对啦。啊，即摆两个下古呢，下个足好诶。所以诸位菩萨啊，世间事有得些哦，叫做不可思议啊，因祸得福啊。不管诸位一千五百几个，你蛮讲呢，翕看卖哦。我跟你讲，你也错手拍死人哦！翕了阵，你无人干，有人翕了，甲者有者站，但你翕者阵失去理性，阵严重阵，真正拗住伊哦！
我较注意，你个感觉内底哦，你遐来拢有你饭通食呢，所以唔忙咧做，千万唔忙咧做。哦，啊你也忙三不五时啊，欢喜讲如不拉说，你讲了讲，较早提畚箕兼扫帚，即马畚箕好咧会疼，用只枕头要共啃哦，事后你着食人个啥？用迄边呢？迄边有人听无啦？就是讲哦，用面纸要摕起来共盖人面，盖无掉呢吼，互伊无开啦。吼、哦，啊要共糟蹋着掉呢啦。就用面罩，不用黑面呢。哦，过去都用面罩，不用把它盖住，把它闷住，可以无开啊。迄真要求骨。好，水果听好。咱在修道过程当中呢，我会讲这话，就是来世间有咱会拄着这个代志啦。啊，拄着这个代志时呢，你要如何把这个无明烦恼给净化掉？迄就是功夫啊。真正功夫呢？哦，无啦。你来以烦恼心啦，吼、哦，以这无明心啦，你要安怎修道啦？因为你本质内底都已经打破不实，尤其有染污不清净啊。以这个染污不清净的心，要安怎修会成佛啦？所以后边一连串佛祖都讲这代志啊，要如何把你清净的本性、甲提炼、甲净化出来呢？这后边有作为足详细的说明就对，这头你明仔再怎讲？诸位菩萨，现在因为咱本经有讲这轮回生死代志呢，我若运用这经典呢，讲出了众生沉沦六道呢的原因有六种，众生沉沦生死六道有六种，第一叫做是邪见，第二妄心。第三，自作聪明，也就是五根真重啦。第四，感情束缚。第五，无明。第六，习气重啦。那么这意思是按照讲呢？好，注意听好。众生的生死六道轮回，那。以这经典给提出来讨论，有六款的理由，六款的原因构成咱生死轮回无休无罢无停呢。第一就是邪见，咱前两天前有讲这问题，众生就是有邪知邪见在沉沦生死啊。来正知正见早就成佛去啊，哪里今麦搁在徘徊六道轮回呢？所以佛经譬如讲，这邪见像像一个毒箭共款，这个毒箭插阮的心足哩，也就是讲，这邪知邪见的毒箭呢，插阮的心落去，所以咧，使得咱的心呢无正知正见。哦，我定讲一句话啦，咱人拢足够落入这款的陷阱，歪理十八条，条条有理，伊明知知这款政策未使。明知这个方法未使，明知这个软体未使，但是为了伊利益挂钩，利益挂钩的状况之下，伊才身不由己。明明白伊在讲乌，明明乌伊在讲阿白。即有阵时啊，咱人伫这世界活哩，个是真无奈。有阵你包袱啊真济啊，但是包袱济，你想要脱脱干伊呢？安尼有可能这个位下阵的一夜之间呢，一落千丈啊！你唔免想要做皇帝啊！你唔免做你位啊！有人在讲，你身不由己。但是我要讲一句话，你安尼做的是唔是对呢？不但是唔对，你以后会做无这因果。你看这个韩国总统啊，全都犯了，哎、欸，就是安尼啊！伊这個总统就是那在调时啊，做出呢真济非法代志，在迄时有势。有权威，但是因果那个爆发啦吼，移民搞啊吼，基本扣起来啦，扣过来起来，他们有关的拢扣起来。可是咱台湾的民主政治啊，要大家呢无遐尼简单。有当时啊，一在调时哦，拢火把塞枪呢，哎呦，拢是制造一挂恐怖，做一挂恶名单，做一挂毁灭代志啊。啊，民主呢，咱化民主啊呢，摇身一变。讲伊也是民主的倒数啦，啊，像这嘛真济，啊，像这呢，伊在将来要讨好着遐个
主母者呢，伊就身不由己，伊实也无想要安尼呐。因此，即款身不由己代志呢，伊也啊落入这因果，落入这因果啊。所以，咱意思讲哦，这个邪知邪见呢，对自己无好处，对他人更加无好处啊。所以，定讲就讲，一望因众望啊，相牵的入火坑。你目睭无看到，邪知邪见就讲哦，伊无按照真理去行，目睭放起起呢，乌白撞呢，我跳去水沟里，我跳去田地里，跳去绝谷里，修坎跳去火坑里。所以修道当中呢，你要赌这勇气，唔对就是唔对，对就是对，唔免考虑保护啊。我这掉的一倒哪倒，哎呦这霹雳！哎，这是真正正人君子，这是诸佛菩萨来实现的啊。哦，无呢，你标榜你是好外了不起，外了不起呢，结果做许拢颠倒空亏，是不是啊？这嘛是未使啊。正知是如此啊，正知是安尼啊。咱社会上为人处事、属龙、工商、负责，不是安尼。所以真济代志呢，你软体建设，你的政策若错误啊，你一连串会输掉你呢，阿麦逐步好举步。注意，咱这所在所讲的就是众生所以沉沦六道呢，的理由六款，第一叫做邪见，邪见就是你思想观念中毒，像毒箭咧射入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一个外道徒啦，啊一个无正知正见人，有在讲的话吼，拢邪知邪见、邪见的呢。我听你个地感觉讲真莫名其妙啦。有当时讲，请借问你唔在信仰啥物宗教吼？我信咱们主义啊。哎，请借问你信仰啥物宗教吼？我信那个孙中山呢。最好较大点诶，李少，迄最好一百卖，一千个呢？听讲即卖五千已经得要出来，听五千个即卖得要出来，今晚弄会出来，我上爱五千个呢，请下节目你信用啥物宗教？宗教有老信啦，啥物宗教啊？信耶稣王？请下节目耶稣王专有名词，你解释一下好唔好？你唔知哦？输你出家久啊，头壳歹去啊！你见识伤过少，正来追加。我咧讲拜耶稣王，耶稣王的意思是讲专有名词了，就是讲哦，最好呢，我有口福。人后个台阶多样，食出好去吞啊哦，我有这福报通我食，叫做拜耶稣王。会听有无？哦，今日有一项啊，原来世间讲有一款耶稣王啊。原来耶稣王讲，你信仰什么宗教啊？人阮是信仰宗教，搁到了台北腔呢。人阮了，吼、哦，阮是拜耶稣王了。注意啊，这些我听莫名其妙呢。这世间人都确实有安尼呢。请这位菩萨，你今年有想要学佛无？因为人生无常，岁月短暂了。伊讲，哎呀，心好就好啊。什么信，什么佛拜，什么佛的，结果背后拢做着杀刀淫妄，别杂话，甲个讲蹊跷，讲话拢讲酸的，讲话都心好，诸位菩萨啦，实在咱修行，你无只立一下吼，方定数，立一下定数吼，安排你人生安怎行，安怎行吼，你若无照步行，有当时乱了你脚步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咱个修道慢款，啊立出你脚步。列出这個方法，列出这战术，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，你去上进去。咱唔通去修道过程当中吼，这个盲目模棱两可呢，是是是非呢，你家己人生过得家己唔知过什么意思啦，过了麻木不仁的生活，我是认为讲无必要。因为人生啊，只不过是数十寒暑啊，一刹那间就过去啊。咱是不是考虑着讲，好啊，创造一挂时间来修道啊？甲咱过去下低下见呢，有这道德勇气，有修行的勇气呢，勇猛的，赶紧的，将这下低下见呢，透过呢啊，受怪兽倒咬，拖板车倒拖，
杀杀 AA 去太平洋，杀杀去台湾海峡去呢，去印度洋去呢，盲担伫咱身躯呢，去下死下情呢，害死咱沉沦生死六道轮回啊！所以第一爱甲这下低下贱甲净化掉，迄个都讲那是几行啊啦，佫真济下低下贱。这那是有众生若有下低下贱的意象，都无得开悟证据。所以为安怎众生的沉沦生死，第一就是有下贱。佮第二叫做有妄心，妄心就是希望的心，就是无实在心，就是唔是清净的心。就是有污染的心，有污染分别的心，哦，拢会当称哦，叫做妄心。当然，那是伊变倒等下讲，就是真心啦。这个真心在佛门讲，后叫做佛性。啊，有当时啊称哦叫一真法界，有当时啊称哦叫做自性，有当称哦叫做啥？哎，真如。啊，在咱本经叫做圆觉自性呢。圆明觉性，哦，所以每一部经讲的名词不同款，大体上讲就是，只要咱这清净的佛性来讲，所以咱为安怎会入到沉沦呢？第二理由就是妄想心。那么修道就是将这个妄想心呢，给净化掉，哦，化妄想为真心。要达到这妄想心的净化呢？实在付出相当代价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我会讲一句话：，咱六道轮回以五欲六尘为依为名呢，拢变成习惯，变成一款的自然的规律。所以你若远离五欲六尘，你就无命。所以这后壁经典有讲了啊，这后壁在足详细个解说就对啦。众生是以这个五欲六尘呢为依为名啊，那五欲提掉。六尘提掉呢，伊就死去啊！哎，所以众生是五欲六尘为依为名。那今仔个修道啊呢，就是将这五欲六尘那个净化掉。这净化掉，唔是代表着讲咱的性就无啊，化妄想为真如，为真心，修道就修安尼啦。所以简单讲，咱的生死轮回第二理由就是妄想心。第三。就是咱本经讲的，叫做啥呢？多自巧见，化作别位叫做自作聪明的意思。咱凡夫众生拢容易啊，化自我意识的观念成过重，叫做我见我执。那世间人叫做成过主观呐，哦，伊坚固的观念成重，别人的道理听袂对，即感觉。我感觉真遗憾，就是讲，伊这款要开悟证据真困难。哦，我怎讲啊？迄毒箭你无背起来，你敢抹表面的功夫，表面好呢，唔过来跌落人啊！你是不是考虑将这毒箭给背起来，消炎粉给洗伊面，二氧唔是二氧化碳呐、啊？用这个啊双氧水给倒落，给切切个，给拉拉消炎之类，然后再用这啥优点抹抹消炎，会较紧好啊。啊！你唔是啊，做着表面空气，甲敷衍一下，当然咯、哦，外口好好水水啊呢，内底拢充满着调机关啊，作诡计啊，挑拨离间、拨弄是非、斗心机啊，这拢是众生啊，自作聪明。甲你讲众生作聪明，你唔相信？哪讲哦，咱聪明哦，世间聪明哦，哦，我定讲过。其实聪明和智慧是一念间而已啦。聪明是生死轮回，聪明是有初者知识有染污的，聪明有聪明悟，智慧是进化出来啊。智慧是经过修行所产生出来，一出来一块的妙用而已。所以呢，离开聪明并无智慧，智慧就是为聪明的进化。虽然下苦人未得用聪明啊，哦，只是个聪明个进化。最后社会上人真聪明呢，我定讲一句话，你也得个将这聪明个转过尔吼。哦，安那等哦，安那记呢？这记了，无简单呢。你本来是这记哦，你个变过尔嘛。可是你有勇气无？
可是你有咧大智慧无？你有咧福报无？你有咧善根量转无？这拢是值得思考、值得考虑的问题，也就是要转过智慧条件呢。爱敬人啊，就对啦。那转的过呢，恭喜再恭喜咯。个第四叫做是感情束缚，哦，这讲的家底呢，哦，一个回头登记啊，因这内容呢非常的精彩，因咱本经讲的就是讲为安怎咱的生死轮回，轮回呢也根本在哪里？本经有讲了，感情束缚，这讲的家底两三点钟讲不了，可是时间已经够啊。要注意菩萨，一见啊，完结经，明仔在第27天呢，同一时间再会。